行不动，我说手指往两边开，手指往两边开，不是手指的动作往两边开，而是手指里面的力量，里面的力量现在是往前嘛，手指里面的力量往两边，你看，这样子，手指里面的力量，这样就开了，这样就开了，手指里面的力量往两边开，而不是用肩膀开，不是这样开，是这样子。你看，这样子开，啊，你们是放松的情况下，你看放松情况下，这个手指里面的力量，手掌，你看，这样子，这样开，这样开，有体会吗？有体会吗？有啊，对，就稍嘛，你的稍动一点点就动很多了，所以去体会。这种开始的方法跟用肩膀是这样开嘛？用肩膀是这样开，它的差别在哪边？这个是这样开，对。这样开，延伸出去，延伸出去，开，延伸出去，手指要延伸。延伸，它就开了，啊。